那次你吉尼斯世界纪录17个气球之后，你恢复了多久才恢复正常？那一次挑战完比赛以后，我当时就是不知道，后来回去以后就是身体就不能再表演了，然后一直在休息的状态。休息了多久？可能在1个半月以后。 OK， 所以我觉得出于对人身体健康的保护，我们在现场就不要再表演这个项目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 OK， 谢谢。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妹妹啊，你做的这项柔术运动是不可以长胖的，是不是每天要节食，不能吃太多东西？没错，但是我呢可能就是在饮食上会有一定的控制，而且最主要的是每天我们要坚持要是4个小时的训练。 OK， 一开场说你在箱子里出来就把大家给惊到了，那个算比较日常的训练是吗？在箱子里那个动作只能说它是固定的一个动作，我可能会摆好一个肢体在那里。这样我们再把箱子拿上来，然后呢让雷老师呢也体验一下。这箱子多大？45公分的。来，掌声有请雷老师。就是现场的观众，我跟你们保证，我真的可以把马丁老师装进去。对，我可以的。你来放心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我试试啊。然后我是，这才一半儿呢。我觉得你可以屁股先着地。我就是那么想的。对，这样折一下。我就是那么想的。对。实在不行就剁进去。现在我，哎呀，对，先进去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过来拉我一把。好，你帮我拿着。会撒手啊。进去吧。太棒了，过不紧了。哇，天哪！哇，1/3都进去了。那个，接下来我实在下不去了。是这样哈，我觉得咱们就这么接着录吧。裴老师，你在里面待1个小时，然后录完节目我们就把你弄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姿势真的是喘不上来气了。赶紧让他出来吧，真的很难受。那边拉我。好，那个，等会儿。很显然，我的表现比刚才马丁老师怎样？甘拜下风。你再来一次。来，给梁老师掌声，太棒了啊！刚才雷老师那种进去的方式是不是正确的？如果说又按照我们专业人士的话，这种进方法的箱子肯定是不对的，这样。